勇敢看到手琴在恁家。你敢有想讲要替伊另外找一个所在住？我会安尼做，我是希望讲，互双方面尽量莫阁受到伤害啊。啊，不过，我的良心袂得过啊！因为我唔敢赶你出去。以后你想要安怎，你就安怎，拢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自由啊！妈妈，那安尼，我真正希望我会当跟你讲这款白话，安尼你就要一直等落去啊！假使我哪会当生一个后生，无得靠厝内面，就袂发生安尼济代志啊！虽然你辛苦，拢是胭脂水粉，不过我拼会出来啊！阿土，你对我回去好无啦？你说好我袂用吗？明仔载爸爸再传来去找你妈妈啦。我明仔载要出车去鹿港啦，这钱我拖到古来去啦。我今仔日是要跋什么角色啊？嘿，今仔日跋单杀五牛，啊，你当然演五牛嘛。奶奶，我是要演啥啊？啊，你就演查某囡仔嘛。哦，先生您就对了哦。我来跟问一个代志。你是要甲问什么代志啦？问看要安怎大巴肚啦？真少有人生一个这么可怜的。啊，翁安尼嫁嫁，若无替人生只后生，啊，就惊翁婿伫咧外口饲查某偷生囝，啊，死到你翁婿面头前的时阵，你是咧有袂可想？无啦，你哪会当替先生做这种代志？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因为先生对阮都有温情啊。我刚才对你真歹，所以我真为难。那我问你啦。手机即摆巴肚内个囡仔已经无啊啦！你叫警察个抓是搁安怎？啊？无证无据，你是搁会当安怎啦？谁啊？妙慧，你有要紧无？啥？有要紧无？真爱有成过山明甲海誓，心永远走做伙，心永远相牵连，不惊人生苦。